哎、欸，老吴，嗨！我朋友问，这是什么游戏？这是 Fortnite， 那它是有点像 PUBG， 然后它是卡通版的，只是不同公司下去做改变。应该说 PUBG 是别的公司，那这个游戏呢，是另外一个叫蓝洞的公司把去改它的。那就是有点，人家说有点抄那个大逃杀的模式啊，可是呢，它反而相对现在是比 PUBG 还要来得红，因为第一个是它的卡通图案，然后第二个是就是卡通的造型，那第二个是它基本上在行销跟更新的部分做得很成功啊，原则上这个游戏是周更。周更啊，每一周都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啊。那周更这件事情就值得令人敬佩，老实讲。那这个游戏叫做 Fortnite 啊，那中文台译叫做要塞英雄。那基本上呢是免费的，那免费的话，建议你要下载啊的话，就是 Google 直接打 Fortnite，F O R T N I T E。因为如果你直接打要塞英雄，它可能会出现的是那个中国的伺服器，它会叫你要登录 QQ， 然后有些人登录了 QQ 还是没办法进那个游戏模组，那个是国服啊，他们特别开了一个给中国人，大概也知道国服都是外挂居多啊，所以呢，这种国际服啊。就是相对来讲比较友善，那原则上进来不用怕说不会玩或是怎样，因为它定时更新的模式其实对新手来说都是蛮友善的状态。对，以上啊，这是对 Fortnite 的简介。